前三志愿高中生脑力大对抗，各个想法大不相同。我觉得他可能是用三张叠成，然后造成这个叠的效果。我觉得是三，但是是没缺陷。我觉得不是三，我会选二，因为两只眼睛看到这个东西的不同。请锁定今天晚间10点，超市金头脑。